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第36期的每天跟我学英语。今天呢，我们的主题就是地理，而且呢，他们都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非常实用的，所以呢，我非常建议你把这十个单词都学会。好，这期呢，这些单词呢，它会包括有什么池塘啊，还有山谷啊，还有臭水沟子啊。没有臭水沟子，有池塘。好，如果你喜欢这些视频呢，你可以为我这个视频点一个赞。如果你喜欢看到我更多的英语视频呢，或者是想学更多的英语，你可以订一个月，可以看到我更多的视频，或者呢，你可以去我的频道里面搜索更多的英语视频。我好像已经发了35期左右这样的视频了，所以有350多个单词让你学。好，如果你有什么建议的话，你可以在下方评论。我现在呢正在考虑要不要在视频里面加音标。如果你一遍学不会这些视频呢，我建议您多看几遍。好，那我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英语学习吧。Let's go。今天的第一个单词 valley，山谷 valley，山谷 valley，山谷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大家一起跟我重复读两遍，来，第一遍 valley，valley，valley。Valley, Valley, 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造一个句子。This valley is beautiful。这一个山谷很好看。This valley is beautiful。这一个山谷很好看。好，下一个单词，今天的第二个单词，lake，湖，lake。湖，lake，湖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大家一起跟我重复的读两遍，来，第一遍，lake，来，第二遍，lake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组一个句子，I want to swim in the lake。我想在湖里面游泳。I want to swim in the lake。我想要在湖里面游泳。好，下一个单词，今天的第三个单词，plains，平原，plains，平原，plains。平原，好，它这个是平原，它的读音和飞机非常相像。不过呢，人家是平原，plains。好，今天呢，再一起跟我重复两遍，来，第一遍，plains。B，第二遍，plains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造一个句子。The city is on a plain。城市是在一个平原上。The city is on a plain。城市在平原上。好，下一个单词。今天的第四个单词，pond，池塘。Pond，池塘，pond，池塘。好，接下来再继续跟我重复两遍，来，第一遍，pond。好，第二遍，pond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组一个句子，lily pads are floating on top of the pond，荷叶在池塘上飘着。Lily pads
are floating on top of the pond. 荷叶在池塘上飘着。还有下一个单词，今天的第五个单词 canyon，峡谷。canyon，峡谷。canyon，峡谷。好，接下来的一起跟我重复两遍，来第一遍 canyon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造一个句子：This canyon is magnificent。这一个峡谷非常的巨大。This canyon is magnificent。这一个峡谷非常的巨大。好，下一个单词。今天的第六个单词，desert。沙漠，desert，沙漠，desert，沙漠。好，接下来的一起跟我重复两遍，来第一遍，desert。好，第二遍，desert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造一个句子。This desert is dry. 这一个沙漠很干。This desert is dry. 沙漠很干，这一个沙漠很干。好，下一个单词，今天的第七个单词，jungle，丛林。jungle，丛林。Jungle，丛林。好，接下来的一起跟我重复两遍，来第一遍，Jungle。好，第二遍，Jungle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组一个句子，I want to live in a jungle。我想在一个丛林里住着。I want to live in a jungle。我想在一个丛林里面住着。好，下一个单词。今天的第八个单词，waterfall，瀑布。waterfall，瀑布。Waterfall，瀑布。好，接下来的你去跟我重复两遍，来第一遍，waterfall，waterfall，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组一个句子，This waterfall is beautiful。这一个瀑布很美。This waterfall is beautiful。这一个瀑布很美。好，下一个单词。今天的第九个单词，river，河流。River，河流。River，河流。好，接下来的你跟我重复两遍，来第一遍，river。第二遍，river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组一个句子：The river is wide。这个河流很宽。The river is wide。这个瀑布很宽。Wide 是宽。好，下一个单词，今天的第十个单词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词，它就是 woods，森林。woods，森林。
Woods，森林。好，接下来的题跟我重复两遍，来第一遍 woods，第二遍 woods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组一个句子。It is dangerous in the woods，在森林里面很危险。It is dangerous in the woods。在森林里面很危险。好，谢谢你们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